你能写字？略通文墨。好，好啊，我说你来写。啊？这，来，来，这，把我说的写在这一册上。 承皇帝台前，儿臣朱高炽三败，皆前日军报。皇帝用兵，深入不毛。鞑靼部虽败不乱，左右两翼虎狼相似。阿鲁台部残刀断剑，伏击我后。 似此等战略，大有可忧者。臣甚恐有大力者统帅敌军各部，深谙兵法，诱我入河谷之地。 这一首《张梦龙碑》，还是下了些功夫的呀？谁教你的？我爹。我还是头一次看女孩子写魏碑呀。你爹也是个怪人。 写了几封起绣的折子，太子妃压着也不理。他本来就想留在南京不来的，大家都说太子妃和太孙妃对我们是何等关爱，就算拼死也要报效。说正事儿。上一到了北京，常常白天睡觉，有时候还随便打人，不讲理，大家伙被他打得受不了了，推我出来跟太子妃说。白天睡觉。 他可是身体不好，他是，我不晓得，他是什么？既然太子妃交给我来处理，你总要脚踏实地的把真话告诉我吧。 太孙妃最是仁慈，你但说无妨。若有遮蔽，是你的罪过了。是是是，上姨身体好像并无病患，就是一下暴躁了很多。
有时睡，有时醒，确实没有一句戏言。他想留在南京不来，写了起修的折子，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？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。我问问你，他打你们打得受不了了，可是你们自己做错了事情。说啊。也不是，他有时候说话声音很小，再问也不肯说，不像过去那么明断。原来他从不饮酒，现在经常喝得很多，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饮酒？我再问问你，他来北京之后可曾误过一件事？这倒未曾有过，这主要是太子妃。闭嘴！你跑到太子妃面前是怎么说的？这些话撒撒灰迷迷外人的眼还可以，岂能瞒得住我？他来北京之后一件事情都没有误过。什么叫说话的声音太小听不清啊？你的两只耳朵生的没用，自己撕下来看看是不是纸糊的。他性格暴躁又不是一日了，你们自己做错了事情不打怎么可以？依我看是打你们打少了。有我在，六局一司的公正也在，为什么要跑到太子妃那儿去拌嘴？你们是看他老了，合着伙的想把他搬下来，往上胡巴结。他就算是老了，还轮不着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来糟践。吓成这个样子，你现在到底谁赢了？你勾结敌人！大汗，你傻呀，于谦兄弟。我让你活着看见我们两个到底谁赢了。杀了我！去！
我梦见你了，梦醒了就应该来找你。王和睦把大明的拐子板都抢回去了。参见大皇帝陛下。下跪者何人呢？我是脱脱不花大汗，我后面的是我的兄弟和我的大将们。见朕有何事啊？只因未能约束好部众，误伤了天朝子民，特地前来请罪，赔牛羊也罢，赔金银也可，只求大皇帝陛下退兵罢战，两家和好。哦，退兵？啊，原来是你自己约束不住自己的部众，误伤了我百姓。那你们呢？你们手上沾没沾血？永乐五年，大规模掠夺辽东；永乐九年，大同城下大扫谷，掠走了10000多男丁，女人孩子被杀。永乐11年，永乐12年，永乐15年，你们亲自率兵掠我边疆，现在说退兵，晚了。他们伤了多少人？回皇上话，这些年他们伤了我部众10几万有余，
你起来吧，咱们合计合计啊。你老兄搞了我这么多年，十几万人呢、啊。这样吧，你也不用赔啊，赔我牛羊金银，你挑十几万人还给我，你和你的弟兄也可以去，朕在北京找一个好地儿给你们安置下来，过个两三百年，你想回来探亲，朕让你们回来，这多好啊！朕退兵罢战，两家永远和好，就当个亲戚走动吗？大皇帝，十几万部众给了您，我们就为人了。那不能够，大皇帝，这个真不行。啊，那既然这样，你不肯来，那朕来。朕要在呼兰呼什温一带建两个城，朕将来走亲戚，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。朕年龄大了，也住不惯这个帐篷，是吧？你得体谅体谅朕。朕再派点兵，再运点粮食，啊。以后谁打你，就是打我。这可是我们的土地，你们怎么能在这里建城呢？既然这样，咱们就战场上见吧。好，朕警告你，打的时间越长，我要价越高。老二、老三，在，陪大汗们喝好酒，买卖不成仁义在嘛，是吧？这以后成了亲戚了，你见了面别不好意思。走吧，军马营被袭，七十多个兄弟都战死，你活着就很好，留你一条命，将来朕在战场上也会放他一次。马哈木说，这七十多个兄弟是为我而死，他们本可逃走。听说战马营被袭，太孙亲自率兵去救，啊！感谢老天，你活下来了。你去掉些浮躁，去掉些狂妄，成了才，也是值得的。于谦，进少将。说什么哈木吧。我初认识他时，他是个马夫头。他说自己在大明二十年，去过神机营，修大炮，修火铳，造火药；去过五军营，建城墙，筑工事；又到三千营来养马。他日常喜欢与我谈论兵法，相处近一年来，他喜欢画地图，讨论自洪武年来大明和关外各部族的战斗。我当时以为他是个部族诛灭、孤苦飘零的牧民，迫于生计在这里养马。我应该早就想到的。心智怎样？皇上见过他。阅兵的时候，我们在御案下面偷酒喝。他心智坚定，汉话说得又好。至于气度，气度就不消说了。能留你一条活路，他是没把朕放在眼里。哈哈哈，好啊，朕倒想看看这个英雄是不是个好对手。
玉倩，你不念旧情吧？皇上，臣是汉人，同仇敌忾，绝不做投敌之事。要投你便跟他去了，何须这时？你在营中跟着我，做个随军参谋吧。臣不懂兵法。马步不教过你吗？他了解大明的底蕴，你也应当知道他的把戏。换了衣服，到帐里来伺候。征战二十年，奔袭万里，今天我们就要会战敌军的主力了。我要你们和我一起马踏连营，我要你们和我一起血战沙场，让我们子孙永不再受战乱之苦。突破敌军，誓不回转！突破敌军，誓不回转！
在这儿，现在说。王大人报，神机营已经展开，弓弩营待命。这样，还有这儿，还有这里，报抄过去。报，好，好。三千营左右两翼，骑兵进出。报，我军出战得手，遏制敌军攻势。长矛兵向前一千步。有令。长矛兵向前一千步。长矛兵向前一千步。你的瓦剌朋友呢？击破鞑靼部就在此时。是是。骑兵的主将，退后一步者死。是是。回去。
没事的啊。太孙，军中金疮药已不足千份，每天伤亡将士超过700人，军医官也严重不足，后勤辎重被袭，补给算不上来，剩余粮草不足一月之用。穿双好鞋，好好上路。爷爷，您还没睡啊？啊，去哪儿了？我去看了看受伤的兄弟。啊，吃饭吧，留着饭呢。我先给您卸甲吧。好。今天伤亡多少？都怪那阵妖风。有多少？20000。爷爷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打了一辈子仗不用你讲。爷爷，我想替左右两翼的将军求个情，他们不是贪生怕死，实在是天象不利于我军作战，士兵们冲到阵前都迷了眼。我知道他们都是跟着我从北京出来的老将，告诉他们打军棍是跑不了的。是，今年雨水来得早，过几天要再不放晴，神机营就完了。没有神机营一样打胜仗，爷爷莫说丧气话。好好看看，你爹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咱们算计人家，人家也算计咱们。这个草原没露面的霸主还是有几分手段的。来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明君，你赢了吧？没有。这朱老头可真够固执的，从明天开始打打胡良哈，反复挑战，从早打到晚，拖住他。神机营一下雨就动不了了，正是消耗他的好时候。喝酒喝酒，来来来。马赫木，马赫木，咱们公推你做盟主，你的心长偏了可不行啊。你说什么？马哈木，听说瓦剌部不动一人一马，难道达达人的命和兀良哈人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吗？瓦剌是把好刀，我不能轻易使用它。朱老头要把这儿抢走，瓦剌人也会流尽最后一滴血，
这个时候说这种话，想动摇我的军心吗？我喝多了。怪今年雨下得太早，辎重送不上去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你等着吧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关外的几个部族联合起来，错过了最佳的决战时间。那边下了一个多月的雨，敌人缠着打，我们撤不下来，伤亡很大。阿鲁台的骑兵袭扰粮道，辎重很难送上去。兵部想商议一个撤兵的方案，请示一下太子。太子爷。太子爷，你们回避一下。哎，回避一下啊，回避一下。好。莫先生，太子请脉，结果如何？请详情告知。